出来呀！您今天怎么没去锻炼呀？我刚找您半天。家里有点事儿，晚了。啊，找我有事儿？明天我带我一男同学来，您见了就说他是我发小。萌萌，他是不是喜欢你？他是喜欢我，他说我前男友。那但他现在失忆了，所以呢，我骗他说他是我发小。是前男友，不是发小。啊，对。 哎，反正大爷，如果他明天再来的话，你就说他是我发小，不是我前男友。是发小，不是前男友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先回家了，您锻炼去吧。谢谢大爷啊，别忘了啊。不能，你是他的前男友，不是发小。前男友？赵大爷，你说反了。哦，对。 你不是他的发小，是他的前男友。赵大爷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回去包饺子了啊！我是你前男友。